劝兼念观音。观世音菩萨于往劫中久已成佛，号正法明，但以慈悲心切，虽则安住长吉光土，而复垂行十报，方便同居三土，虽则常现佛身，而复普现菩萨、圆觉、声闻及人天六道之身，虽则常是弥陀，而复普于十方无尽法界，普现色身。所谓但有利益，无不心从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普陀三者，乃菩萨应机之处，欲令众生投诚有地，是机此三。岂菩萨唯在普陀，不在他处乎？一月立天，万川隐现，极小而一勺一滴水中，个个皆现全月。若水昏而动，则月影便不分明矣。众生之心如水，若一心专念菩萨，菩萨急于念时，便令明显获益。若心不至诚，不专疑，则便难蒙救护矣。此意甚深，当看印光文钞中实印普陀三字序自知。名观世音者，以菩萨音中由观文性而证圆通，果上由观众生称名之音声而施救护，故名为观世音也。普门者，以菩萨道大无方，普随一切众生根性，令其救路还家，不独立一门。如世病有千般，则药有万品，不执定一法，随于彼之所迷及彼之异物处而点示之。如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七道，个个皆可获证圆通。一故法法头头皆为出生死成正觉之门，故名普门也。若菩萨唯在南海，则不足以为普矣。正复立营手书。观音大士于无量劫久成佛道，为度众生，不离极光，现菩萨身，又复普印群机，垂行六道，以三十二印十事无畏，四不思议无作妙力，寻声救苦，度脱群盟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直同月印千江，春玉万卉，虽则了无纪律，而复毫不差疏。良由策正为心，圆章自信，悲运同体，此岂无缘？集众生之念以为心，尽法界之境以为量，是知无尽法界无量众生，闲在菩萨极照心中，故得云布慈门，波腾悲海，有感极富，无愿不从也。正南五台观音示机记。须知菩萨无心，以众生之心为心；菩萨无境，以众生之境为境。故得有感即通，不谋而应。良由众生心之本体，与菩萨之心息息相通。以故凡遇极大险难，举念即获感应。又菩萨现身，不专现有情身，即山河树木、桥梁船筏、楼台房舍、墙壁村落，亦随机现。
必使到绝地者，覆灯通衢，无躲避处，得大遮蔽，种种救护，难尽宣说。序，历朝观音像序。无人之心与菩萨之心同一体性，无人由迷被故障此心性，起惑造业，受诸苦恼。若知即此起贪嗔痴之心，即是菩萨圆正戒定慧之心，则起心动念，何宜非菩萨显神通说妙法乎？三，复着字隶书。念观音名号，大则大应，小则小应，绝无不应之理。只管放开大胆对人说，彼不见感应者，感应之机有显感显应、灵感明应、灵感显应、显感明应。见正边实应普陀三智序，亦未尝无感应也。三，复蔡席顶书。良以菩萨之心，犹如虚空，无所不变。但众生在迷，不生信相。譬如虚空，以物障之，变成隔碍。若穿一小孔，即得一小孔之空。穿一大孔，即得一大孔之空。若完全撤去障碍之物，则与普含万象之虚空混合无间矣。是以众生小感则小应，大感则大应。正，观世音感应颂从刻木板序。若病苦自具，不能忍受者，当于朝暮念佛回向外，专心致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观音现身陈刹，寻声救苦。人当危急之际，若能持诵礼拜，无不随感而应，即垂慈佑，令脱苦恼而获安乐也。正，复邓伯承书一。编者敬案。华严会上，大士告善财云：我住此大悲行门，普现一切众生之前。然则无人一言一动，何时何地而不在大士慈悲身中？特历劫昏迷，如生盲人，日对阳光而不自觉，处遇危难，一切尘劳妄想顿伏不起，为求救之一念，如烈火迅发，如急流奔驰，不觉与大士力时相应，而唯唯神力遂具足当前，受用无尽。以上云云，系徐子敬居士与普门品后，阐扬大士救苦之灵感，最为形容敬智者。特节要复制于此，用真信相。护战时，闸北房舍，多成灰烬，独于皈依弟子下心培之寓所，未曾波及。该当战事剧烈时，彼全家同念观世音圣号。且最奇异者，战事起后第七日，取一家人，使由十九路军救出，即暂停归家，室中诸物一无所失，非菩萨之佑护，何能如此？渠供职新闻报馆已数十年，夫妻均如数，念佛甚虔，是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遇有灾难
亦称圣号，定蒙救护也。或曰：世人千万，灾难平生，观音菩萨仅是一人，何能一时各随其人而救护之也？即能救护，亦不胜其劳矣。殊不知，并非观音处处去救，乃众生心中之观音救之耳。三，习斋法会法语。观音圣号，乃现今之大事户，当劝一切人念。若修净业者，念佛之外，兼念，为发心人，即令专念，以彼志在蒙大事复辟而消惑耳。待其信心已生，则便再以念佛为主，念观音为助。然念观音，求生西方，亦可如愿耳。三，赴周伯求书。念佛念观音，均能消灾免难。平时宜多念佛，少念观音；遇患难，宜专念观音。以观音悲心甚切，与此方众生溯缘深故，不可见作此说，便为佛之慈悲，不及观音。须知观音乃代佛垂慈救苦者，即释迦佛在世时，亦常令苦难众生念观音，况无被凡夫乎？三，复宁德净书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岂有不救苦厄之事？观音菩萨随机示导，岂有不接引生息之理？生息当以信愿为本，若遇危险念观音，有信愿，命中决定生西方，或只专一念弥陀，有苦厄亦必解脱。三，复如尘法师待有人问书，救灾当以尽人能念者唯有大意，若魔力之天咒所应虽多，亦难于大劫临头时用，以取消令人念观音圣号，虽三岁孩童也能念，且勿谓知天咒之利益大，念观音之利益小，纵此咒及观音示现，亦当以念观音为事。汝信心虽好，不知一法普摄一切法之治理，即不知要紧之时，欲曰欲妙。儒教亦云：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曰也。汝若知此意，当以光言为治论。三，复编会通书。